2021年6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四哈啊！今仔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差不多是侪云到好天，啊，这个午后呢，依然同款部分所在有出现到这个短暂的雷阵雨，或者是局部大雨。故日行到5月7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到南温度25度到34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我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感谢啊！今晚就来甲进行着咱今仔日的节目，有闲同款，咱开始来甲看新闻。来，首先咱第一篇要来甲报道是有关最近吼啊，这个真济人安尼偷偷靠着特权啊去住着吼啊，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的乌龙蛇啊，闹甲全国安尼家家滚滚，包括台北市啊，包括云林吼。啊，搁有这个高雄二代这件吼，啊，这个黄昭顺，包括新北市，即马啊，指挥中心已经吼、哦、有放标，讲要严办，要严办吼，靠特权来注这个疫苗的人要严办。你讲的学校已经啊。讲全部拢是，无叫全部拢，全部拢有吼、嗯。啊，这个苏迪芬吼，啊，咱分林的前馆长吼，苏迪芬。嘛跳出来要求张丽仙，你卖去搞我死传去啊！唔对，你都爱回事嘞。无啦，提过啦，茫我叫回事嘞，回事嘞是达几两银啦，嘛、唔知啦。啊无，有听到无？苏迪芬提过，提过叫提过，伊叫多利的形象啊！你刚刚叫张丽仙回事嘞，尔无效吼。你也当伊婚姻冠冕的新婚嘛、嗯？因为迄件事啊，主对恁兄哥的身躯跌挂，主对迄个所。刁英美伊个身躯顶，就等于你婚姻冠冕应该做的人，兼做一件事啊。有人咧敢问啊？问苏迪芬啊？问讲吼，刁英美有做，啊因查囝前立委，张嘉玉无？好，有做无？对，所以。这种吼，拢带感应啦。伊这个啥张丽仙，伊所讲的拢带感应口罩的人啦、啊。政治人啊，会会识的就对啦、嗯。对咱来讲，一点啊意义都无啦。哦，咱讲明的就是啊。咱这篇吼、哦，来个听看伊安那报吼。好。来，你讲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吼啊，这个疫苗的数量到个目前为止，伫咱台湾算啊个真有限。刷了了小箱的传出无符合公费顺位的名。单怀疑吼耍特权去共住的人一堆呢，而且伫疫情三级警戒状况之下，台北市更加有尽数啦，出现了无符合规格的民众三间五半，那像咧领糖啊咧摆甲热热等啊咧，要去住乌龙虾。指挥中心指出，讲已经尽数短期间内面共住1000多去。究竟是什麼人去何人通知去住的？有特權介入無？代誌無單純，真奇怪。過程何人合理懷疑是毋是有違法濫權無？想要吼依法來啊追究來嚴辦。對著台北市的進訴，這個案件指揮中心已強調啊。这件代志已经严重影响啊，阿未住的基层的医护人员的权益，徛伫维护甲确保吼疫苗注射合法性甲公平性，绝对袂当因准类似这款的代志搁再发生，来迫害公己。就要交由司法单位做调查，厘清着真相，还原事实，了解其中是毋是有人歹鬼带头做歹代无，有人私相授受无，甚至有人伪造文书、违法多利相关的犯罪嫌疑无，以明法纪吼，以昭公信呐。那是讲这个分林关关长张丽仙，因兄哥张英美，也毋是目前注射的对象。刷地吼，分林关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超过30%，拢爱袂住的时阵，伊伫驾驶无偌久，就会当跳出来住乌龙虾。
叫我雷神佮解释讲，因兄哥含伊大做伙去红掠着，讲无呢，恁吼一间厝隔一间厝。中间的距离有40公尺，唔是大社会了。我即马出来讲吼，讲大近近啊尔啊，有当时啊会共到食饭啦，啊会共到食饭，所以吼拢甲看做共厝的人，哎、欸，啊是咱会当做呢？嗯，咱含前总统、前副总统、前部长、前议长拢捌食过饭，拢食过饭啊，嘛捌含现任的总统主餐过呢，现任的部长、现任的议长捌主餐过呢。哎，买买当新主呢？咱不只会当主呢，咱个当用啉呢。会当做十几人吼。讲吼，去往家己啊，包括无啦，阮拄着会共到食饭啦，啊，所以这就是共一间厝的人啦。但是依照指挥中心的规定就对了，前三类共大做伙的注射的对象，已经伫5月2日就甲你暂停掉啊。指挥官陈时中啦吼，表示咧讲，只要若无合法。的开发，另外吼，前婚姻馆长啊，这个张英美资料有风泄，民进党婚姻馆党部主委江宗宝昨昏痛批张英美注射已经明显违规违法，叫婚姻馆长吼，卖个再辩解硬拗落啊！民进党这边立委就是前婚姻馆长苏迪芬，现任的立委就对了啦。苏迪芬嘛要求张丽娴勇敢。甲全民回失的张英美5月31日才假性命，6月就会当注风虾，外界质疑根本就是咧耍特权插队。婚姻官啊，这个卫生局伊张英美甲因小妹张丽娴讲，拢共大社会是口罩的人，表示讲注射合法。婚姻官啊，官府昨昏搁再发布新闻，搁指出，因为疫苗的数量有限，官府依照卫福部的规划来照吼排特殊，依照第一甲第三类吼啊对象优先注射的目标，又搁依照5月7日吼啊这个指挥中心公文指示，对5月7日起第一类甲第三类吼注射的对象共大做伙拢纳入公费，人已经跳出来甲讲有够侪头，讲5月2日就已经废除这个所谓的这个共大做伙啊，暂时唔当做啊，啊伊嘛佫硬拗这讲是。是另外啊，这个苏迪芬有人咧甲问讲，啊张英美有住，因查囝张家军有住无啊？张家军嘛是前吼，啊这个国民党的位嘛吼，即马一道选无着嘛，问看伊有住无了着啊啦吼。啊当然张啊这个啊。苏迪芬伊讲伊无了解，伊无多人甲回答这个问题吼。但是一直有足侪人要了解讲啊，这个张家军是毋是我哪有住无？张家军一直到我即马拢无出面做解释嘛，无人知影伊有住无。嗯，查啦，你得甲尽量甲查，啊查到尾啊，要透过司法单位去做侦办嘛。啊，司法难办，无人会怪你这个相关的单位。啊，你相关的单位若是敢若一支嘴讲讲的尔，无要移交予司法单位的话有无？啊，这人就怪对司，就怪对着，这个做啥呢？这个所谓所属的单位嘛。嗯。啊，你来移送到司法要甲判无罪，咱就搁甲讲一遍，司法已经死啊。嗯。啊，就搁甲讲一遍，讲司法改革根本都无改革着，都安尼尔。就这简单的道理，拄只连袂下，啊，搁检验一间啊。二代，不是，对不对？哦，二代，新北，对，新北香河，交孙，香河，哎，我那住一两百人嘞，两两一间嘞，吼，对不对？这疫苗还佫无够的时阵，就已经安尼啊死够了。真正讲大规模开始要注射的时阵，咱规个无啥。其实这头版啊，有一个头版有这个问题，我是感觉这个问题佫地震等级发布。嗯。那北区的诊所吼，有几千支的这个血吼。去做了，这人不是医护人员啊！这个多嘞，不能是这样。不要，不要，台北市，这台北市上管的。公安也有叫你先的啦。我台北市原来有讲，我先关这间我那去讲掉啦，这间我那赶快拢点掉面。这疫苗管控哦，会说了吼，讲大部分是讲人啊，对不对？人啊是什么意思啊？嗯，人啊是什么意思啊？你那就是家己改啦，收嘛，对不对？你所谓内底人个对啦，你共注射中间规千几个去注，唔是为，唔是医护人员的人，啊无注上啊。啊，注。看下面我提出来往看，规千几个呢，这偌严重，你敢知啊？中央医生是为个家己的亲人，伊的兄哥一个尔，
台北市这是规千几个，不是住伫医护人员的手呢？不是住伫医护人员啊？到底是住的遐人是啥人？嗯，希望柯文哲敢讲我详细。嗯，规千个，规千几个哦。也是几年中央政府因为贪因遐个出来赶紧甲做安尼，即互咱明啊安尼啊呢？即台北市规千支、规千支的疫苗，注定唔是医护人员的身上。嗯，即两三，嗯，太屌啥？规千支点表示规千个嘛？千几支，千几支。我们来讲啊，你讲啥？你爱讲报告出来。我们来讲，这是什么人？啊，伊都做了，别个我较知啊。阿弟，你别个你讲报告出来，这规千支是什么人？嗯。这是严重啊！对啦，哦，好啦，是不是？我那个这个啊，拄只从老哥讲这件吼，台北市有诊所无符合资格的民众，第三间买单，嗯，动作咧领糖啊，安尼排队排甲热热，等咧注射，指挥中心指出，讲干阿家都共住千几只去啊，嗯，啥物人被通知去住的，有特权介入无？代志无单纯，无正常。就要依法追究办理。嗯，依法哈，依法咯哈，好啦，加价，这条加价，加价，加价，加价。进前无用，伊个无爆发的少年啊，这旧年嘛，对不对吼？大家拢不爱主力的，我观察其中讲的有人讲闹争主，讲要去做，我怎个先落去？伊讲啊，兄弟安装啊，无要去做，起码是用枪下咧。拜托个，等我系等用钱去先做个。看到枪有爱有特权咧。啊，当然啦，当然啦。即我是大家想要做咧，阮七十五岁，阮也咪会做条咧。吓，阮六月十五就开始要做咧。嗯，我来叫阮后生去问我嘛，问我是要安怎去拜，嗯，安怎去用。我唔做给人做翻咧，啊！今个恁阿妹咧啦，我阿妹，我恁阿妹啦 ，NCC、CNN 啊 ，NCC 吼，伊今麦讲咩搞，即系所谓播音员清楚啦，广电人员呐，广电人员，系啦。因为咱知影昨昏啊，这里吼，迄个台北一电视吼，一名点名师感染到迄个武汉肺炎基地的厝内人嘛，无去上班啊，大家感觉奇怪啊，啊去甲弄门发现讲因基地厝内人，啊所以迄个 NCC 伊同啊吼有跳出来甲这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讲要清楚讲这个广电人员吼，嘛是属于这个啥比较较危险、较有风险性。这我拢无要紧啦，阮就叫会当先做袂啦吼，因为可能是讲点名师。你啊，四季菜好嘛？对啊。哦，四季菜，比如讲，我看到先讲啊，先啊，最近你感觉讲啊，这波疫情，你感觉会见重大到什么关的叮咚？啊，请回答就好无安尼。差不多安尼，差不多安尼尔。啊，你都会。夜通人接触啦，你咪输啦。啊，关键是咱有啊。啊，嘛是，咱嘛是。啊，公布啊，哦，公布关啥事？不做会啊，对不对？这个物件，其实咱讲真的啦，顺序啥由你政府去摆啦。啊，我一般的民众，大家就是听话嘛，吼，啊，摆掉了再来。我听话，这是这些习惯的，你爱做处理好这些民众，他做的。啊，这不是叫柯文哲，你有私心无？还是讲你完全拢唔知？啊，这么早的时阵，你不要去办啊？这车生你始终你爱处理啊？陈大哥，我是讲兴趣这啊。对，你跟我兴趣差不多，啊，我兴趣较宽。我是无论你台北啊、高雄啊，还是这个森林呐，啥都我拢无咧管。就你只要那是到位共投资的，无照名册行，有人特权的，我拢要求全部总办。我问着你会当出来讲啊啦，讲啊我这大我咧管咧管，我哪可能管啊对诊所？对诊所要投资，我哪知？但是我已经有甲处理啊。这条诶，做哪个？我问着甲这间诊所讲，甲罚200万啦，甲罚200万，而且要甲停止掉迄个了做啥呢？迄个注射疫苗资格了对？这点的话，我认真讲，我们至少伊做着，其他的拢阿袂哦。啊，婚姻观，我昨天我都跟我讲，婚姻有想要伫婚姻的境界继续发展的人，你若无提过张丽生，你就卖出来算。我讲明的就是，你也无要甲提过，你唔甲提过，表示你惊因只口罩嘛。啊，你若惊因只口罩，换你去做也同款啦，也袂啊较好啦。我讲明的就是安尼啦。我这个人是较土地啦，我就用照这个，你像二代投资迄个黄兆顺对唔对？单机嘛，伊嘛是输啊！再单机嘛，那可能谁知影讲迄个啥？伊去投资。无啊，这是无讲哦。伊嘛一定是输啊，我知嘛。对，这是中央政府是讲，无，中央政府讲，但是甲高分就是同款，高分就嘛是输啊，再知。但是我嘛是建议机买阿别对落去，二代我那发200万随便发落去，哦，无那安尼啦，吼，安尼较。做这波安尼较趣味啦，啊，无咧高平的我也忝啦，吼，好啦，就是安尼啦。
所以咱大家看慢慢在还要要人家这片个加起来，我这片我那电脑个老嘞，嗯，啊经过一个月啊，咱再来个对状况嘛，化妆妆处理了完啦，哈。要是今嘛台湾人吼，真正光准备做诶，意愿性非常高嘞，非常高嘞，对嘛，惊。帝王管是好啦，啊，有咱表示台湾人对这种所谓特权有无吼？这种特权呐，啊，跳过人别人，这是外国有安尼无？一定拢会，我相信人这个人性。这世界每一个国家开始大家咧严重咧，开始咧抢疫苗咧做疫苗，中间有像咱台湾安尼无？拢会，有咱有看到，那是要报名啦。你暂时还没咧报一个公告。引进中国科兴的啊，嗯、啊，结果人问民总统讲，啊，你有搞要做科兴的，讲啊，歹势，我顶个月已经做 A 二 A 做了啊，哈哈哈哈哈，那种理性啊，但是因为咱看到迄个新闻咧报吼，嗯，就是讲吼。喂，有一挂住下的地点是摆伫外口嘛，嘛拢摆个热热腾的，摆住在那边做的。无啦，像大哥是咧讲个特权者啦，特权之类的这个。哦，特权哦，绝对拢有的啦，这世界咧各个拢有啊。咱台湾特别互人讨厌就是特权，啊，为什么特别讨厌？这问题咧，特权遐人对啦，真济人哦，拢是咧批评住下。对啦。迄住下无稳啊，嗯，啊，在中国话较稳啦，对啦，起码家己走去投资。对啦。你说调转这就对啊，不啦，只要你若是派国民党的名就对，只要你若派国民党的名，你去做 A D 的，就是未见效。对啊，我刚刚讲明，你不一定出来批评，不一定有，好啊，但是啊呐，但是你伫咧这里做，你咪正当，你骂 A D 的骂甲安内时，你干嘛出来讲一句公道话？对啊，啊呐，唔办，你早去做就是未见效。嗯，不知羞耻，人家面子拢无好，他就是无好，他就是因为无好，那唔得要求我面上发白，无啦，对不对？他那个功力有对应啊，对，啊无就来讲讲，恁这人若是去做的话，大家都拢副作用最严重。啊，当然当然你讲，他袂淡嘛，无好啊，吼，加讲的嘛，对不对？好啦，啊，这咱都讲懵讲了对啦，有那有所下难的啦，吼，讲啊上中央开始受气啊啦。啊！他开始受气了，真正个办法难看了哈！啊，个台北发这种指数发200万，啊，其他我嘛要看讲你做都发得无。多数拢安稳受气啊，照国家规定来，这是一般咱多数的人，诶，台湾人民拢会安尼。但是偏偏就是有这人，这有特权的人，伊就做出这种工课了，对。这边来去讲。做台湾人民的气就气在这里，不管不管不说啊，我你半年民照政府规定啊，是不是安尼吼？啊，讲是通知你，什么人、什么类的当做，什么的当做，咱就在等，就在等。咱未惊吗？未赶紧要做吗？啊，拢赶紧要做嘛。嗯。别人都有特权的人，都有代表人去做掉。嗯。人咧怨叹的怨叹这点嘛，对啊。好，来感谢进攻国水哥，谢谢。像贵兰信兰公司许多山呐、啊，加一块产品吼、哦，啊你食了，我是听你拍电话来那个来电视在讲讲，感觉真好，对你的身体真大只的帮忙吼、哦。啊来麻烦啊，你讲要赶做一个见证吼，啊不能知呀吼。啊来啊你是什么状况？快讲咱信兰公司许多山加产品的。好、嗯，嘿嘿嘿。啊。就抓好一个机会在外口啊，拄到一个太太啊。嘿嘿。哎、啊，太太伊算讲进前有做迄个化疗啦。哦，做化疗。啊，你甲开讲伊讲有做化疗，我讲啊，你做化疗那通好安尼看了气色较好，精神较好吼。哦，安尼哦，拢无感觉，爱怎甲讲有咧食，有咧保养啊。哦，是。啊，伊讲有咧保养，我讲。啊，你是吃什么保养？啊，拄啊边啊一个另外一个太太吼，一个咧讲啊，都吼恁公司也信生意咯，是多赚钱啦。哦，伊台湾的直播会款啦，啊，拢食阮的产品。啊，伊讲老食恁的产品，啊，伊是长期咧食，长期咧食，嘿，长期咧保养。我经过伊甲你报安尼就。啊，伊甲我报，啊，甲我报吼，伊就讲咱，伊讲啊，我迄阵啊都。半信半疑啦，我想讲好啊，无想买两块。对，一个你想一个化疗的人，较有可能安尼，较有可能活得活，活到气色真好安尼哦。我活出来，太太嘛足侪岁啊，看袂出来。活嘞吼。啊，我想讲半信半疑，我想讲啊好啊，无买来吃看卖。你本身是安那哈？啊，我怎啊买两罐来吃哈？嗯，一开始吃哈，我就是讲拿去便所哈。嗯。拢迄、那个，就讲咱的迄个大小便吼，嗯、哦，那会遮水遮大白安尼啦。哦、啊，因为我
就是讲我身体，就是讲感觉唔知啥物，唔知是伫更年期啊，啥物拢未爽快安尼。是。啊，阵啊，食两罐食完啦，我想讲，去变数吼，就是讲咱摆出来物件拢真水吼。真好势吼，你是感觉对了对啦。嘿。啊，你有倒毛病无？啊，毛病就是吼，就是讲人唔知是要更年期啊，啥物都拢未定未当。啊，我阵啊，两罐感觉食了袂歹，我阵逐日打电话去公司，和一个林小姐，我阵逐日搁家叫，啊，阵啊搁继续食。嘿是。啊，拄啊好，唔知倒一年迄度吼。要紧。我拄啊规双手倒手啦。倒手完啦。倒手讲规支拢麻去，五支枕头啊拢无知觉，啊倒手。完全规矩拢无知觉，拢无知觉，拢无知觉。哦，啊，拄啊，阮社区的太太吼，起来楼顶找我开讲，伊讲美丽啊，你怎么了？嗯，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嗯，我美容，我讲吼，奇怪，我的手怎么左手整只吼都没有知觉？你是另外一个一种毛病就对了。嘿，第二个一种。啊，你今嘛讲五个脚腕的是多少无？有啊，我阿妹啊，我拢继续拢十关十关安尼。食了啊，迄手的知觉啊呐。就是吃了后讲，我嘛唔敢讲，我先生讲惊去用念啊，讲生活无正常啊，要耍电脑、看书啊安尼。啊，我唔敢讲，就那吼把晒干咧，讲啊，我来去喜多山哦，我得阁继续吃，足认真三顿哦，三顿足认真吃。那是吃一两礼拜了后，我嘛袂记。五支枕头啊，吼变成四支，一支会动，两支会动，三支会动。嘿。哦，我欢喜一个吼。嘿啊！啊，结果阮社区的太太甲我讲，美丽那不会好了啦。他说吼，你这个就是跟一个志工妈妈一样。我讲爱去了，都去医生看。讲你的手把袂好了对啦。嘿啦，伊讲袂好啊啦，伊讲我家。啊，你即马食了好，你唔得爱甲讲讲我好啊呢？伊讲我甲一个志，有啊，我有甲伊讲，伊讲我甲一个志工妈妈同款吼，伊讲一样的情形，伊个拢袂好啊。啊，结果我昨甲我一个好朋友讲，我阿婆去医生看，啊，佮佮食迄喜多山吼，哦，我安尼即认真食，想讲吼四百外，伊较会食较好安尼啦。啊，我昨人吼食了有信心了后吼，嘿，我昨人吼拢逐日佮敲电话去公司甲林小姐，我拢敲去有迄个林小姐，我拢改吼，即马拢叫十罐安尼。好，感谢。好，非常感谢哈。啊，即嘛是广告时间啦，介绍咱信兰公司优秀的产品了，对，喜多山只产品吼。啊，多即个林小姐吼，伊本身哦，五支枕头袂叮当，白。啊，伊有朋友甲伊讲，啊，人一个即个妈妈志工吼，感觉上伊种毛病哦，无好，袂好了，对啦。啊，你这袂好啊，安尼对。听一个讲用好诶，但是咧过程中间对啦，伊有看到其中有一个伊的朋友吼，一个朋友。在做化疗，吃过喜多山化疗，那个外表风光吼，无想化疗的人啊，安尼就对。所以伊甲问讲，你看安尼，伊讲伊敢食一项尔喜多山，安尼，啊，所以说呢，伊就安尼半信半疑之下来吃咱的产品，来试看咱的产品就对了。结果伊的毛病，阿表是管不了呢，阿表还有诶，还有其他毛病呢，一。拢直直可以欢喜起来，安尼就对。虽然简单一个短短见证，可以做些了解。信兰公司是咱变何等之优秀了，对吼？有任何不了解，你拍电话会当甲做详细询问。0800-0500-668，0800-0500-668。是非常的感谢，0800-0500-668吼，这个是咱中国免付费的教会专线电话吼。来，咱即马就到咧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罐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三罐以外，咱能够提供这些精品，为了和朋友做挑选，买十罐的朋友，你会当加经啊，这个江南台湾制作的十四寸电风一支，你要加经孟特娇、热天宝等啊一领，这种会用起。经金钻不沾草果一支，32公分宽，经啊信山公司另外有30粒，整个保顺健、惠安所、喜乐清、金立明30粒。
这种会用一咱一道经一行为原则。啊，另外就从咧个别生产公司产品五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一款以外同款有提供这些的精品，为了和平做挑选。买五款的朋友呢，你也当个经三米六保温杯一支，经白沙湾起个一条，经彭王彭泽半打，你别个经无换季的些头毛经一罐啊，无换季的些三经一包，拢总可以一道经一行为原则。啊，另外伫只买个再个咱啊，所有的好朋友。在一处濒临啊，伫这个疫情啊，当严重的过程当中吼，咱家己防疫的工作做好好依靠的对呢吼，上个重要就是咱自身的免疫力一定要增强，咱的抵抗力一定要增强吼，抵抗力免疫力要增强，你当那个挖课吼，咱新山西多山，这这见证大，你脑里听的朋友，你拢有听过足济的朋友使用新山西多山了过，唔啊，搁在感冒啊，就算太阳哥在咕咕。咁一道嘛是拢做轻皮嘅，迄就是代表伊诶，即个抵抗力吼啊，伊诶即个免疫力吼，已经因为使用性山士多山来提升，当然病毒困得变入侵，好物件保护大家知影吼，即嘛即即医师，尤其刚修山医师吼啊，一直在在二三咧欢呼，咧对抗中国病毒。要对抗武汉肺炎上介好的方法，就是提升自己的免疫力。要提升免疫力，听众朋友，圣山士多山，和咱来挖课。中国边库会叫会专线电话：0800-0500-6668。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伙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呢，乌边的七龙合唱的一首歌，感谢有你。的朋友是真多，真心到陪有几个，一句关怀温暖心底，不如伊就互相鼓励。交朋友无分性别，嘛无分身份关家，先困来斗阵排伫头一个。啊，若是万一个，用心来做伙，若有困难袂受气。啊，咱是万一个，脚步行人济，着爱相挺斗济。咱斗阵无分大甲细，嘛无利害关系。感谢有你来扶持，人生才会美丽。熟悉的朋友是真多。到陪有几个，一句关怀温暖心底，不如伊着互相鼓励。交朋友无分性别，嘛无分身份关家，先困来斗阵排伫头一个。啊，若是万一个，用心来做伙，若有困难袂受气。啊，若是万一个，脚步行人济，着爱相挺斗底。咱斗阵无分大甲细，嘛无利害关系。感谢有你来扶持，人生才会美丽。啊，若是万一个，用心来做伙，若有困难袂受气。啊，若是万一个，脚步行人济，着爱相挺斗底。咱斗阵无分大甲细。利害关系，感谢有你来。
新鲜吃的味嘞。感谢啊，哈兰哥登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叫会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会在时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送位服务产品甲整产品直接。把咱送到咱的手来哈，后来感谢啊，咱个继续要来个进行这部剧情哈。这个用极管讲偷注疫苗的这个代志哈，这个、台湾人绝对是做俩讲的了对哈，因为大家拢乖乖底下摆嘛哈。啊，头拄我咧讲的这间好心肝，这是伫咧台北市的哈，台北市哈，啊，台北市是甲处理罚200万啦哈，200万，啊，这表示疫苗的管控整个拢总出问题哈。啊，另外呢，顶日啊讲的新北哈，新北这是好友谊的新北，毕竟双和病宜讲 VIP 住100几个了对，哈、嗯，100几个。啊，100几个状况之下呢，这个了这伊这间病宜尾啊，我甲查伊出来解说，讲无，阮住的迄拢是第三类的。病院病院家己讲的就对，帮因做的迄种是第三类的啦吼。但是病院讲完了，官方的讲法呢？官方你有去调查无？校友会你的讲法伫倒位？敢若病院家己讲的准绳呢？啊，是讲迄个时阵，VIP 才是 VIP 靠谱。对，我当然是要讲。啊，可能变第三类。第三类的全部拢拄啊好，你的 VIP 。对，这是恁家己院内的人逼坑的嘛，逼出来嘛，对不对吼？所以。这个代志，病医有病医的解说啦，病医讲伊迄拢是第三类，照定数来就对。但是我要问的，就是讲啊，新北市政府你有去调查无？有叫伊名册提出来对话买下无？校友会你有去调查无？有叫伊？你校友会是刑事出身的呢，对不对？刑事上爱调查这个啊，是啊，不是？一定爱把这个物件来龙去脉查了，结果双核病医不了了之。是啊，这种病医咧做 VIP， 家己叫病医 VIP 的人。啊！你讲讲的顺呀，这种五组给人做，这种个，伊讲拢是拢组给，拢组给，拢组给，哎。啊，听了到底做好事嘛？对不对？啊，但是我要问的，就是讲啊，好友会你有去调查无？好友会你有和你的新北一个，你的新北市民有一个交代无？好友会是无哦，好友会是无哦。啊，若台北的这个好心肝诊所，迄、那个挂门贴声明讲唔对，以外，搁再罚200万哦。啊，分里面张英美、甲张雷生，佮包括因迄个做立委的，迄个嘛是伊小妹，看了甚物人啊？迄个因孙啊，吼，迄个到底有啊无？这我那是各说各话了，这爱无回应啦吼。啊，高雄义大吴昭顺，高雄你是第一件白的啦。高雄一个白的，啊，单机卖甲高雄义大是做经过啦。是家做经过，啊，吴昭顺呢？迄阵我有讲过。你去排，所谓药师的排，你人伫高雄，你职业的场所登记伫台北。那呢，借问咧，台北有开过你黄昭顺药师开出来单无？那有就是伪造文书啊、哦！我有一种讲过哦，这也太吵、哦。但这嘛不是我讲的哦，这是人迄个专家出来讲的。我讲黄昭顺的户籍伫咧这个高雄的为人高雄，伊无去伫台北的状况之下，那准讲有用黄昭顺的名义开出来药单，这就表示伊照白啊，就表示这是我最严重的代志呢。所以即马看起来有解决的，就是讲有无民众一个交代，真倒是台北的这个好心肝吼，罚200万，搁停止医药注疫苗的管理。在等到甲咱有交代呢，咱就事论事啦吼。啊，剩落来到这时，咱还搁咧看，还搁咧观察，还搁咧看了。对，我即马拢甲记伫咧迄个电脑笔记簿仔内底。我即马食饱，营养上着，我就提起甲你问一下。啊，问看卖啊吼，看即马啦吼。好心肝诊所即间吼，罚200万吼，我甲加落去安尼啦吼。啊，剩落来拢做咩哦吼？来好，感谢，来看新闻。来，接下来，咱们甲听众朋友做报告，什么叫做好朋友马志的啦吼？
咱今仔日有看到一篇这个新闻的报道吼，即国会内面美国的国会议员，包括吼美国的啊，这个布林肯吼、国务卿吼，安尼一直甲美国总统。甲美国总政府来提议吼，咱是毋是会当搁再加送寡吼疫苗予台湾？是毋是会当赶紧将这批75万剂的疫苗送来予台湾？吼、哦、啊嘛，唔蛮讲美国政府会当加送寡予这个台湾，因为台湾最近啊疫情爆发真严重，啊咱嘛当借这个机会吼、哦、来汇报吼、哦，迄当时疫情拄打爆发的时阵，台湾政府起初送咱美国吼真济防护装备啊，来个表示感谢就对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伫拜礼的一场听证会顶面表示，美国正吼当吼用心计较。要确保吼75万剂的疫苗赶紧送来到台湾，包括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吼首席共和党的议员罗姆尼嘛向布林肯吼啊，这个国务卿咧讲啦，讲为台湾提供的疫苗对美国来讲足重要，呼吁美国政府吼提供吼更加侪疫苗。来和台湾啊，美国联邦参议员啊，这个克沃斯啊，苏利文啊，昆斯三名国会议员车来跟吼坐着吼，一台空中霸王诶，这个军机飞来到台湾吼，送台湾75万剂诶疫苗。布林肯最近呢、啊，接受连线有来出席着国会真侪场诶审视啊，国务院诶预算诶听证会，包括吼啊，这个众议院。啊，外委会拨款会啊，包括吼参议的拨款会吼、委员会等等的职询，议员持续正关心美国帮助台湾的疫苗的议题。参议员罗姆尼伫听证会表示，咱会当吼。将这个台湾需要的疫苗直接送给台湾吗？咱提供的这个数量会当更加多吗？我知影目前只嘛是宣布75万剂啦，但是如果吼、哦，这个辉瑞也好啦，莫德纳也好啦，会当住的人吼、哦、啊，只有这个数量的一半尔，因需要的大概200万剂，咱是不是会当加倍吼、哦、来送给台湾？我希望你会当更加关心这个议题。嗯，多谢咱听一首歌啊，感谢啦！一首歌讲的是什么？我歌名我叫袂记，感谢有你啦。嗯，什么叫做真心？嘛是好朋友。嗯，这个时阵咱看到美国、日本啦，日本、美国，嗯、这个是真心。嘛是好朋友啦，嗯、啊那对面国这派人国这哦、嗯，这要搁送咱吼1000万这了，对咱就感觉讲好啊，你咪搁支持啊，你咪送毒药来，我就甲你阿弥陀佛啦。嗯。这个顶日啊，迄、那个叶秋珍啊，伫咧质询嘛，讲希望会当开放小三通，予迄个金门人去厦门注中国的疫苗啊。嗯、啊，苏贞昌一声就甲拒绝，迄是苏贞昌好心，你敢知？咧保护恁的安全，今日今仔阿生啊咧做，伊就讲无问题，恁要专船甲你送过来。对不对？吼、哦，迄老我着专船甲你送过来，爱做呢。其实未使，你做。啊，对未使，你咧就做。规矩都未使。我知。好，来好，来啦，进攻。阿廖明这个倒转来吼，来个哎，好友谊，我个怎么点名好友谊吼？迄、那个香河病院，我拄在甲查，讲是接到你台北市卫生局的通知，啊，新北是接到你新北市卫生局的通知哦，所以开始加注遐疫苗。你好友谊到这是这个物件未回应的哦，好、嗯，咱这个记咧哈，好来好，进攻过来。老婆，你在找什么啊？我在找我的国保费缴款单哦。别麻烦了啦，我已经帮你拿去缴了。以后啊，只要办理转账代缴，每期应缴国保费会在缴纳期限的最后一日自动扣款，既节省缴费时间，还避免漏缴情形。只需注意在扣款日期前备足存款即可，而且存折的记录就是缴费证明，不怕遗失。同时按时缴纳保费，可累积国保年资，将来安心享受国保给付，绝对是聪明的最佳选择。而且更棒的是，是什么啊？是你老公早就帮你办好啦，老公帮你买单。哇，谢谢老公。
办理金融机构转账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手续简便，好处多多。只要备妥国民年金保险费委托转账代缴约定书、立约定书人的开户印鉴、存折及身份证正本，即可向劳保局指定的银行、信合社、农渔会或邮局申请转账代缴。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哇哥，你新买的机车好帅哦，可以载我去兜风吗？当然可以啊，但现在是防疫期间，我们还是多待在家，等疫情过后再载你吧。遵命，那我们可以享受速度感吗？想太多，我骑帅不骑快，当个守法的骑士，安全驾驶才是最帅的。防疫期间尽量不外出，若需外出请戴上口罩，并遵守交通法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会及高市府新闻局提供。炎炎夏日，你的爱车还在贴传统的隔热纸吗？你是不是觉得车内还是很闷热？车内内装也逐渐褪色。新世纪高科技防晒隔热膜 FlySun 纳米陶瓷涂层技术，防热防晒防老化，隔紫外线无金属，不阻碍电子通讯系统，让你的爱车享受 FlySun 隔热膜，舒适又安全。飞荣有限公司，专业诚信深得你心。高雄地区经销商，轰达指定施工中心，永力隔热纸。防疫期间宅在家，享受美食不打折。高雄市政府推出高雄好家在方案，6月4日起，只要在家动动手指头，透过 LINE 热点点餐，选择计程车外送、电子支付，超过千间店家的各式美食，让你在家轻松吃。后续更有抽奖活动，有吃又有拿，欢迎大家点外送吃美食，齐心防疫。高雄好家在，好家在有高雄。高雄市政府广告。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一切真自在，关心土地咱的爱。这是一个上界自由的所在，快乐爱台湾，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现在时间9点整。
好嘞，感谢哈兰哥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了，播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0800-0500-668，电话现在是8点到AM的7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吼。送货服务产品甲整产品直接甲咱送到咱的手内，这拢无甲咱加收任何的费用。信山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听众朋友啊，这电话只能由咱公司这边再来做负责，免客气。电话加沟通，推荐介绍咱所有优良的产品，咱拢欢迎搭配做购买。那么这个整产品的部分呢，啊，公司甲咱准备真侪种吼，哦，咱来做询问、做挑选，咱选一项为原则，0800-0500-668。节目有点小弟啊，先邀请，感谢弟兄的阮，伫咱山上来甲咱做新困的服务介绍哈，来感谢，来听歌，听一首好听歌曲，随个倒转来。来邀请听众朋友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呢，就是咱屏东陈太太来点播，陈小云啊演唱的歌曲《酒路》，酒路，好来，哎，多的歌曲哈，嗯，谢谢，感动欣赏。无烦恼的
感谢哈兰哥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7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来，感谢啊，咱阁继续来甲进行这部看新闻。来，咱最近这段期间，台湾的这个疫情算真严重啊，而且吼、哦，咱嘛已经有立过吼啊，这个法啊，这个法令就是讲啊，疫情当咧流行的时阵吼、哦，这段期间时长就是逐渐、这个时长啊。逐渐就对了啦吼，啊，所以那种朋友唔好对即嘛吼，啊，即、這个有关流行病诶，即一寡吼，所啊，即、這个你嘅即个法令就对啦，甲慢活活吼，当无甲当个一回事哦。咱顶几工啊有看到吼，啊，即、這个啊前，即、這个唔是前啦，现任嘅新竹县诶副县长吼，即、這个叫做陈建贤吼。安尼欧白团结消息，假消息吼，讲啥物日本吼要送荷兰724万，即讲吼应急应急尔啦吼，啊意思欧白讲翻译安尼啦。讲咱的政府甲讲啦，讲咱七月就有啊啦，啊即马需要是六月份应急一下咧啦，啊无也无一只。结果即有处理无有哦，吼，即已经去用以上发办啦吼。来日本政府送荷台湾的724万只 A G 的疫苗，日前伫网络取消传出讲啥物日本的高部长吼啊，盲目勉强啦吼，伫咧国会避询的时阵，称呼台湾讲这是动一个娘娘，这款的说法，这款的假消息的说法吼，连这个新竹县啊，这个副县长陈建贤嘛伫赖吼，安尼揢出来吼，专团就对啊啦，啊，遭受着行政院院长吼苏贞昌啊，真生气。炮轰讲这就是吼真恶毒的谣言，一定爱查办。警方伫初九日已经将这三人上班啦，其中刑事局吼将上届起诈吼写文章的这个姓谭吼姓谭啦吼。诶，查甫人包括专团的陈建贤，拢甲约谈告案。啊，这个陈建贤伊讲吼，啊，我是评论娘娘啦，啊，我这唔是假消息呢，但是被询问了，赶快吼，被以上发办，正做政府吼。打假消息以来吼，涉案的层级上届县的地方的官员吼，上届县的地方的官员呐，这个检警吼，会当讲吼，用上紧的速度将陈建贤副县长上班，民进党吼啊，这个网社中心的主任吼范刚浩，伊来制作这个疫苗吼，会多卡了掉啊吼啊，这个遭受啊，这个属实查核中心认证讲假做假消息吼，煞吼。诶、欸，啊，即后边是啥啦吼？反正讲上班啦，就对个啦吼。即马吼三下拢上班安尼吼，咱要甲听众朋友讲即段期间即消息吼，唔好别传安尼。都是要报即件新闻的时阵啦，无要看讲伊即是对对来，原来就是迄个中时的新闻网吼，即个报的。啊，反正伊都上班啦，就对个啦。对啊，对啊，对啊。不知道有事啊。即个咧报新闻吼，报即个靠感觉有一点么意义了吼，就是讲唔是干。那咧报咧骂呢？这真正个以上发办啦吼，起码来过来就是咧看讲阿伯，这个书法死啊呗，是啊，该揭晓啊呗了对。啊，书法断掉，这个人不但是新竹县的副县长，伊本身阁是新竹的总部的主委呢。哦，这个国民党的新竹总部主委了对。这对日本人哦，也要去做重点流失的。假消息假到对日本去啊嘞对。好啦吼，啊这咱阿伯再个有那个尊重哦，再有那个老嘞吼。以后看看看看这个阿伯，这个人会咱办法怎办？以后台湾这所在吼，当然政府这么是全精心、全用所有气力就对了哈。要处理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病毒的问题，要来挽救台湾这场这个浩劫。这政府这么用尽心机啊，用尽思想，用尽伊的精神力量，就是处理讲这个快当对付落来。和台湾即届吼，唔能够有严重去安尼，用尽办法就对了。这应该是台湾对中国一面啊嘛，对不对？这是不是中国与中国一面啊？共国啦，那中国我唔爱讲啦，吼安尼共国一面就对了。你哪一只嘛是对呢？
阿先生，敢是？敢嘛是要乱啦、啊？你敢是？对，不能。你哪怕是对呢？对不对？哦，这部分哪里呢？无分中正呢？只要你系去往为着，你就对啦。嗯。这部无关系，就免管那些阿先姚阿先姚林那条。只要出来用，我觉得对啊。你拿出来把红围着把丢，你起码是中东武功底下控制啦。你出来来，我有一个其中有这个条条这个竞争的人，去同你接触到，有可能你有哪丢哦，还是丢有哪传到别人哦？同你斗阵的拢会传到别人哦。哪会啦？丢咱就人咧讲，这个是报应啊。这当然这是半讲笑啦，话咧啦。所以东国一命，不是你拿就别丢啦。阿来就对了。何必要你就笑水台湾笑得了中大哥笑水台湾笑了就换了其实台湾任何的政策哪尊做了哪是好的时候得利的感觉你会在得利的任何政策不是哪里拢总会当得利吗我们譬如说以前那个滴水无声就好了、那个滴水无声滴水滴了好那真的只有那个利的在好而已、对不对哪你也是可以对的好啊但是你要足够依赖打马上嘛回大汉嘛，他妈乱倒一下袂乱，所以台湾无啥物叫做东国一名东倒一名，迄种袂影，迄种白贼的啦吼。啊，只是讲倒掉的时阵，大家拢同款，伫病院内底拢爱接受个医生的治疗，就干那只同款尔啦，无剩的靠啥物无同。啊，真正会当做到哪里不分的，就是啥，就只做到不分哪里的，迄就是干那病痛尔。我相信啦吼，这个是本身咱演技的啦吼。啊，美国来，你上咱这叫莫特纳嘛。美国上干那三个牌子，三个牌子。我是等一人莫特纳啦吼，安尼吼。我相信这个物件啦，开始要导入民主。你这个人无主，我输在。哪无主，我他输在。我是那个头主嘞，这个在头主嘞。所以哦，东国英杰。我那这你也不太好啦。你那掉，我不买，对不对？我如果就衰，对不对？哦，所以讲四话，因为你同款直接所在咧成果嘛，对不对？啊，这也无分，这白族也无分工的，所以要找什么人啊？是不是啊？你只要同多些有白族的人接触到，有可能你安尼就叫坏掉了。何必要在笑水台湾笑啊？这款为了政治能力。生命拢无来安尼哦，老大哥，你咧个苦劝，唔是个苦劝啊！我真正是真感慨，讲真哪这种型的。啊，生本就是生做这类型的，伊就是偏偏生做这类型。亲像讲咱看着晒下太阳，要食晒吼，咱所以哦，咱讲台湾不较清，咱台湾真系较清。台湾人早就看到就做真哪的，这个讲法啊，对啦，诶，做法讲法就对啦。哎，我讲我就台湾。东干吧，东干，你哪啊就是我你阿咩，不是讲我六个咧钓你阿咧，本来就是，是不是阿咧？做何必要做安尼咧？哦，是不是阿咧？哈，这个咱讲熟悉的啦，实在是台湾人较青阿袂有啦，啊，都在看伊是倒一种的台湾人啦。伊那是到我拿，嘿，咱就无讲伊无角色嘛。啊，无角色的人，伊也未听咱的节目啦。啊，会听咱的节目的，大概拢角色了啊。对不对？吼，所以啊，至于要角色到什么款的程度嘛，唔知影。即马都完全即种啊，流位也完全过半。啊，若要讲台湾人爱较济，爱团结，迄是三十年前的古早用词啊啦。嘿，就亲像啊，个咧化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同款就对啦。吼，迄古早用词啊，迄个听了我是爱笑。哈哈哈。只要国民党一个。有几十批的是不客气，这部分就是那个低的啦。我知啊，啊，还有几十国民党的问题的，都还没客气啦。但是国民党完全是消失掉，安尼算客气啊？但是问题是啥？问题是江辉啊，个低的啊，反攻大陆没得讲啊，哦，对不对？所以咱咧对时代会对。起码唔难讲，台湾人爱较青，起码一定爱讲啥？你讲咩？政敌啊，较较青咧，哎，安尼啦。今日讲啊，大家咧讨论讲，阿未晓即个动物节，到底？出国去的人别回来无，唔回来无，政府的高人讲忘回去啦。安尼啊，安尼啊，还有一个这代志就对啦吼。详细话台湾大概嘛是上脑筋的，希望囝回来，希望孙回来。我嘛希望啊，但回来万一若是真正，真正有一点点的确实，破出来的人，安尼是要安怎？拢嘛想安尼嘛，是不是安尼？吼，拢嘛想安尼。大家讨论讲，只能蒙灯，政府派你过来，我蒙灯呀。啊，因为台湾市场媒体啦，啊，媒体讲灯，那无灯啊，吼，要给你报话电话哩。你都听不见了啊，冇对不对？这是你啊，
一百个一千个等于哪一个掉掉，啊，就破坎有可能瑜伽给造出来啊。嗯，你听好不？嗯。哦，无大家等下大家拢掉的，哦，安尼啦。但是万一那有人掉掉，嗯，这破坎就造出来。等于高雄的人也好，等于台等于台南的好，等于分店的也好，等于都有种毛病。你厝里离开遐久的主题，为着休假，加休一日，回来中间就掉一百个，那掉一个，破工就走出来。嗯，这不是开玩笑的，这不是这就中间有一个问题，对。明早讲可能袂啊，嗯，咱大伯早讲咱家己孙袂，咱家己囝袂，嗯，无可能掉这嘛。但是别人的袂，嗯，但是咱家己的，你有可无？嗯，对不对？这种是一个问题，对。对、嗯。所以唔能够回去，因为第一天老嘞。你也保护家己，厝里安全还算过，咁、嗯、是安尼。嗯，哦，经过一个合约安尼啦。哎，啊，所以到底卖铁皮几率悬啊？几唔知啦，啊高啊嘛。无啦，其他无车啦嘛。这个大众运输系统是一个指标就对啦。啊，其实即卖人我那无啥加坐大众运输系统啦。啊，即卖就是讲唔家己开车咧。啊，家己开车啦。对啦，系啊。即卖人本来就无啥加坐大众运输系统啊，所以退票我看我相信，即退票甲真正也实实在在有转来到所谓高雄的人。诶，未必咧，是啦。咱台南市昨昏发生迄个新增加一个病例，就是安尼话着个啊。咱台南市昨昏新增加一个啊。啊，迄就是有一个查囝吼，啊，过去伫即个新北啊。啊，生一个查某孙啊。八个月大啊。啊，算讲吼啊，即个因查囝的即个大家官就对啦吼，人身体不爽快啊。啊，不爽快是讲吼，互伊骗即个查某孙啊吼，歹势啊。同我专工吼，车开的吼，同我去到新北将这个八个外月大，这个查某个外孙吼，安尼吼，甲抱登来迄个啥，抱登来台南过啊，啊抱登来台南过要去抱囡仔的过程当中接触到嘛，哦，啊吼抱登来了过无几工吼，因这个，这个算算因，阿公阿妈，哎啦，这个外孙的阿公阿妈就对了吼，这个孙的阿公阿妈就对了，新北到底新北，其中一个阿公就对了，人都不爽快啊，啊去检验。较近中国变到武汉去呀！啊，过不外久，咱台南去甲抱这个外孙回来，这个嘛对对啦。哎呀，外孙嘛对对啦。对，这个位啊，对。嘛对对啦。啊，这个阿妈吼，含这个含外孙就对啦啦，唔知是外公还是外妈啦，含外查某孙啊就对啦。两个人去台南要做治疗啊。啊，另外这个孙啊吼，会婚嫁算新北的。哦。啊，迄个啥？第三地啊，算新北的。新北的。算是迄个新北加一个啦。啊，咱台湾加一个就是这个外公啊外妈啊，对不对？你看这可能把事情被搞呀，吼。这个麻烦，这真正有搞到对的，哈。对啦，哈，来好啦，感谢啦，0800-0500-6688哈，圣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话专线。所以这个咧话，这实在是真可怕吼！迄当时要话着拢唔知影，啊，唔只系讲大家拼命要去做疫苗，啊，结果这个疫苗够特权的人会当先做，迄六个更加吓，后人会更加掠狂。嗯，对啊。你若只系所谓的特权做疫苗，是伫咧之前，台湾还未爆疫情之前，还未爆发之前，无人要做，结果有人偷偷收钱要去做，迄阵无人想。嘛未讲嘅，快做无人要做，人去偷偷走去做，迄阵无人会生气啊啦。我的意思是讲。那阵伫阿未病之前咯，你阿未病鬼之前啦，明明都在外向做第三类，结果你第六类、第七类个人走去做，嘛无人会讲安那。但是即马就是未使，吼、哦，即马就是这个情形，这個、疫情就即马安尼啊，所以这绝对拢爱办到底安尼了，对啦。真正哦，即马咱每一个人家己自我管理又好啦，管理又好了，对啦，自我管理又好，靠家己啦。那每一个人，如果咱靠家己自我管理好吼，咱就较会安心啦。但是千万唔通过头。我有朋友吼，阮咧练功个遐吼，有两个啊吼，经常过头吼，出门去吼，拢唔敢出来，要去倒些啥物吼，靠头啊，啥物种种规身躯啊，包甲安尼吼，哎，压力大啊，迄款个吼，即物拢艰苦。啊，佫咧运动哦。啊。啊，佫起咧运动哦。无啦。啊！你啊，怎么了？秘书啊，你拢敲崩啊！伊是无得着万一啊嘛！我知。啊，你敲崩了，当人拢袂爽快。哦。袂爽快啊！你到临界点咯啊！我住喺南塘咧，秘书，刚刚无关事。拢白掉咧。不行啊，白掉咧！安尼紧张时，大家拢会紧张，靠！我嘛紧张，靠！就紧张。嗯。你想起就过头。嗯。想起就已经怎么在这种惊，
行起来扛呀，起来行起来扛啊，行啊贵啊，那贵心肌拢慢啊，那对家己身体不好，有这种人哦，有足多。所以洪师大啊，紧张是紧张，我嘛紧张，他有可能袂紧张，但是千万唔，咱也要扛人啊。但是我家己嘛是真紧张啊，对不对？我看伊已经站袂了，伊家己精神站袂了。伊无滴到血哦，但是因为惊，惊啊，当规个病硬哦，安尼个规日过，一礼拜、两礼拜、三礼拜、一个月过去了，身体较站会条啦。诶、欸，这样可能阿姨看医生，欸、看心理医生。真正哦，有这个个哦，有无？有啦，一点有诶。有这个无？我亲骨边都有啊。我做雄狮图电台，我真正啊，嘛未使上山啦。我头拢无见，我出来有别墅啊。啊，这蛮好，这蛮好。所以，这哪呢？我好势，你了无？这出歹讲诶，你了无？啊，我是不当一回事，你了无？哎，我别装啊，对不对？谈起话去对，那啥，那口罩都无被安嘛，无被上面增降啊，啊未紧张啊，动都无一回事啊，那对了，偏偏人个未叫着你，啊你愈惊愈对，长得个俩条个咧开闸哦，哎，我进来，哎，我加二姐，啊长起来佫做咧谈，哎，阿个咧谈，啊警察，啊你人家这是蛮好啊，到底有钓着无钓着啊，有着心哇，啊这嘛是。要安怎去讲啦？啊，这个讲啊，歹听，地方首长要哪知影讲，迄间啊，搁咧用开闸无？无可能知影嘛。啊，这就是民众去检举啊，警察去临检啊，摕搜查票。警察即马直接就申请搜查票去啊，啊，直接就灭你啊，啊，灭你的时阵，讲两下搁伫遐咧创啊咧啊。啊，警察甲讲，我警察啦，嗯，哦，警察啦，吼，警察。啊，结果两个伫遐蹲不了厝，蹲啊对边去，啊，老苍坐伫个脚底啊，啉烧酒，教人咧啉烧酒安尼啊。哦、啊，所以全部拢讲以上发班。迄种路诶，我是真同情。到底你无安尼做，是无本人家是不是？我拢会想退休。无这，我感觉咱停留伫古早诶想法啦。哎，你是安无安尼做是无本事。即老即时期即老伯，你是真正无做这個，你是会枵死还是安怎未啊？我真是有淡薄仔吼，用忠心咧看待这种代志，你听无？为什么人要去做这啊？无，我还报过一个。迄个阿哥阿伯疫情爆发之前，甚至大家惊店啦，啥物种种拢阿哥会杀的时阵，八大行业阿伯关起来的时阵，阮朋友我唔好啊，阮朋友去惊店，是你是你个讲啊？你要澄清一下。诶，阮朋友去惊店，你敢知啊？遐个小姐人啊吼，来坐台，小姐手机啊杀出来，大家拢上新的苹果。我是唔知啦，我就唔咧惊诶。大家拢也上新的苹果。我是个人安尼想。阿伯比手机啊好卖，阿个比因个个配件好卖。咱个敢比输赢，所以你即马这个概念。今仔社会新闻，我有看到，我有听到。当然，我看也是标题啦。哎呀，我想我咧，有哪去处理咧探查啦，安尼对啦。啊，我大概实在是。无咱古早时，咱来想讲，伊为了生活啦。古早，我是想，你是探未出？即老伯，你未惊去用叫查甫人为着嘛？还是安怎啊？好安尼哦，是啊，何必要这时阵去探安尼啊？安尼啊，这是。这是我家己个人的想法啦，对啦，我是用这个较下想法去来想这个退上，你看别个做这個，到底是有困难的啊啊啊！啊，冇可能，冇可能，伊做较早就是做这個、做到今卖以后，我都可以做别行啊，对不对？就想我做这个都关系啊。但是呢，你这歹讲啊，这种是，这种是足挖金的接触啦，这行一般行业不讲。一个屋就掉掉了啦，哎，不可能造也亏嘛。啊，但是不是干啦，这个特种行业尔。啊，你像廿零的啦，剃头店啦，现在就蛮往做这行人去拢。但是我讲廿零的，这个，我有这条。那拢有钱的不做啊！这种是无，这无营业的，这是无的。这无的。还在规划的啊！这是无，啊对啊，就是这个无营业的，无钱，伊的光孔来对。无通个补助的啦。无通个补助的啦，可能是安尼嘞。啊，餐厅嘞，餐厅不是讲袂使内用嘛，对不对？什么拢在内用？嘛是搁掠着，嘛是掠内用，搁掠着搁咧内用。啊，而且搁安那，你敢知影？搁兼 VIP 的。就是简单讲，就是讲你一行就有够，即系当平均的用的。所以咱人有时候，我个人的想法是安尼，对唔对？唔知影啦，吼，安尼啊种。有时候咱家己的看法立场，咱家己的身份，啊，咱家己的这个经济，像种种哦，我开头一定爱安尼做，因为咱不了解这块弱势啦。
你听我。啊，问题就未使。未了未了，我都有饭通吃，我食饭食饱，我冇同你买菜买饭咧，等下煮煮啊，归家我就食吃，根本冇受到什么种的压力的咧，你听我。那是好运啊，好运啊，都会当安尼。但是我想讲，啊那未当安尼啦。嗯。谢南边啦。对呵。啊，即马未当啊。这件代志足简单。嗯。单单的疫情，希望较紧的啦，哈，希望较紧这疫情变控制落来，啊，解除三级警戒，八大行业都会当重新营业，我尽量带你来，带你去阿门问讲，啊，你想哪要做这個？伊就甲你讲，做这個你袂赚较济啊。所以你的想法，咱行一边来。我遐无一技之长哦，诶，经营旅行啊，无一技之长，像下两个一种哦，我是当体会。有艰苦的一定有啦，有啦，无一技之长啦。有有有。相信艰苦，一定不能一定想要做这個啦。无人讲天生讲我想要来做这個啦，到底有所困难，那困难咱未了解，安尼来听。好啦，咱来进广告哈，阿良明则个倒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感谢咱近来红旗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即嘛是广告时间啊，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双这产品就对了哈，啊，咱红旗时代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双就对。因为咱卖许多双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红旗时代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滴。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区的话，一直的感受就是讲哦，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哦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伫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哦，医生的药啊，第一只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还是艰苦，该未爽快还是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着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给咱挂断去了。有建议身体的个吃过程中间，第几个月后，伊的病会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怎样拢好？小三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机的新陈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我这边小三就叫头高位，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小三到江西。一击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怎样，对。少年人体质也不好的人，抵抗力也不好的人，吃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也多，佮加上也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吃咱许多餐，一重新会后悔倒转来了，对。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山这类产品，所以用起的话，今日台中朋友不简单哈、哦。只要你敢吃，敢吃看嘛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了，对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了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讲，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好，许多人只要看中，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也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全无同。这个咱信达公司的许多人吼，有啥物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当然，那有软骨素，这骨头，金立平的第二代，当然啦、啊。叶黄素，大家把要食迄落、迄落帕索块管呢？咱第二代就是帕索管啊，所以说呢，要经过两关的这个制作过程中间，就靠我多人制作这个相关的帕索，
保护目睭。这个金立平的第二代吼，保护目睭一定爱吃的物件吼。所以，咱信诚公司哦，啊，佮有咱的这个喜乐通的滴吼，咱这个喜乐通吼，这是咧过冬啊。等下边吼，到底爱清气上哦。等下边那是较棒嘞吼，啊，唔知影中间就是个变成虚弱啊，即大家拢会惊吼，所以特别好难处理了滴吼。这个稀土通就是咧食这个过节等下边，等下边拉三十几，因为这是全部拢瓦困，唔酸劲，好会记得一直拉三十几了，一直硬推啊，硬吃，而且吃嘞中间的滴啦，咱大便就要棒棒我处理了滴。所以说呢，即无安尼个处理了滴吼，迄等下边遐拉三十几了滴，你无通处理。所以你把这全都研究去保护了，安尼就对了吼、哦。啊，所以这是咱保护咱这肠仔清气，较未生出我这肠仔毛病了对吼。这是喜乐通吼、哦，我保喜乐清，血液好，从四大经来才装病，这个血液好按摩摩，在咱这个血管内底在流通的中间，你管全身骨啊，每一条血管就对了，拢爱修炼，修炼，还是什么？全部拢爱通，无通都出毛病啊。不通，都大致就大条了对。所以咱五宝血肉清是好你吃，伫咧慢慢伫咧未通的中间就对，好你感觉讲哎呦，这无什么毛病，人三星的中间就对，这就直一直直直去直直去就对。啊，人的身体上，人的种种的血液内通就对了，你的孙娘啊，都用一半的啊，用一半起来对吼，这是咱五宝。稀落清了掉，食火一个火力通的物件吼，啊，没有落去，没有打过准火油安尼了掉吼。不顺间，那雄气多见才种，比如你问他，有诶雄气是多吼，那这个放尿咧出问题吼，安尼你得甲看，拍电话来，甲咱公司叫，啊买等于，啊个食看嘛咧，火力放尿会较顺畅呗。这那不会顺啊，是搞歪处理哦，就讲会去，就这点破算了对吼。这特别介绍咱保顺健好哩吼，血红素、贫血、胸肌弱，今日才种，比如贫血人真济啦，但是真济拢找唔到医生啦，唔是讲找唔到医生啦，你找唔到、吃唔到药啊，对啦，当作感冒啊，就等于找唔到医生啊。贫血的人哦，伊头壳个晕、头壳个晕啊，种种个心肝话，有阵时啊窒窒，啊唔是啊歹困。安尼就对，暗时摆过啦，脚会麻，脚袂拎起起就对，尤其寒人哦，另外惊人，所以从此两天人，你若当作是感冒咧，伊个中间就对，迄就等于占着药，你都无感冒哩，因为是病系属三性的，血不足三性的就对，所以食咱的血红素，日本、韩国一年销售5000万只，台湾的病的人哦，太多假啦，女性比有介济啦。啊，因为较有诶，凶器多啊，介侪拢病态就对啦，吼、哦。所以病态三性的竞争，你若食西药，叫医生讲看不好，你该当个食咱信诚公司能够说，安尼就对啦。不是能够说啦，都血红素就对啦，吼、哦，安尼就对啦，吼、哦。所以咱血红素专门咧食病态，一别一种，一定甲你讲是安尼吼。0800-0500-668，0800-0500-668。
空五八六六八，这个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哈。来接了咱妹来接的线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大家哈来开讲，咱补充新闻议题，咱拢非常欢迎哦。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2699456，但系咩电话我关系要卡，咱麻烦个加空六，感谢您。好，感谢，来你好，你好。大哥好，谢谢好。这十色信言哦，我这不想做来做几年啦。我规身人做的是安尼啦，哟，安尼就无效啦。像那个在北部啦吼，新北市住当拢南部拢住个农业拢发落来，拢住个了嘛吼。上基地的住了是啊，因为北部是呐，可见就是北部大拢。相信哪个人较侪，拢相信哪个话嘛？因为同温层拢会听咧，讲 A G 有副作用嘛，所以因会惊嘛，所以无去做嘛，都唔去做嘛。我或者管市政府提醒得歹。因咧，无啊，因咧同事唔敢做，伊就讲，啊，都即阵哪未发生咧，较不要紧，所以因就较闲嘛。啊，即马导致伊即马柯文哲都在烦恼，即个是啊无当伊啊，啊无当伊唔敢参详地方伊的恩师，佮讲啊无你我来我帮你处理你咧，啊唔敢参详这个过去啦。即个柯建讲，我会听讲个人的话啦，这一定的啦。啊，所以因讲，因要调查迄个 A 力的副作用啊，这其实这种的。这个完全没有三个拢临时检，无第三个诶，迄个人体试验啊，无够做完成，这种属于抗体的第二个，就是伊较诶，所以拢莫多纳也是有副作用啦。但迄个上无副作用是用蛋白质这种诶，这个叫嘛都有副作用诶。好可能是抗体，所以那个。迄个终身也好，终身是做一支啦吼。你莫德纳拢啊做两支啦，啊所以那护士因拢刚开始就是有声会听嘛。听讲讲话这人外口这个风声讲这诶什么酸迄个血栓嘛，所以因就较担心，因遐就较少人去做，啊就好多谢。听讲即阵嘛吼，迄个护士吼。他八百海拢死一个，有啊，有听者，有听讲，几百海啊，我听讲敢那八百海啊，几百海啊，拢已经唔敢做手术啊，拢死一个。你好，哎，大友，你好，啊，钟大哥吼，哎，我讲吼，咱你七十岁啊，哦，啊，阮咱大陆六十五，咱一辈拢做会掉，咱一辈拢做会掉，哎，你做哦。我林长啊，正刚有打电话啊，恁两个这样吼，我甲你有咩事来笑你？是啊，咱十五开始会做着。我爱咯，爱做。你头拄仔你讲吼，咱即摆五岁啊吼，啊，佮时光老外头的就对啦。咱后生咧啊，即个讲嘛转来，阮大后生住台中，啊，第后生住里啊，都咱电影啊县里做搞所谓。阮大生咧，甲阮孙仔讲着，我。啊！这个我无做阵，阿妈在切草了。阮早时那多在哩，台中过江去啦。因老爸讲，饮茶仲快紧啦。啊，身体较重要啦。阿妈身体个我特别健康，较重要啦。别个只吼，别在切草，以后有机会啦。阮老孙还讲了，赞，我大家吼，大家支持大家吼，大家个思维积极。感谢大哥，谢谢啊。大家好。这吼，侯友宜啊，啊，刚刚又然后台北市的柯P吼，嘿，啊，那做啊，真歹，那没人敢出去呢，关了病毒呢。啊，那国民党的执政吼，现实吼，拢做啊那疫情特别严重呢，啊，民进党的吼，较袂啊，不用吃了零确诊。啊，我要讲的是吼，国民党这个即阵走路边啊吼。
哎，这吼实在足苦个，你知？啊，做猪哥做富吼，变猪哥家啦吼、嗯哦。啊，这阵吼，拢坏事都加多啦吼。啊，伫台湾国澳波吼，啊，奸人吼，袂少个台湾个赌瘾啦。即马佫烧掉，我苦发我，我感觉这猪哥家吼，爱拍入来十八层地下，啊，比地狱，这情话，这吼拢无崩啊啦。啊，迄款人，迄款人，鸟城社这拢崩啊，啊，真是真袂。讲这阵工付出多，这大中号哦，这等无钱啊，啊，甲拖西凉爱家好好等。好 ，OK OK， 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你好，钟大哥。谢谢，拍谢。BNT 是德国发明的疫苗，嗯，因为中立叫梅克尔，嗯，缺货。嘛、是注英国的 A 剂尔，所以这因家哦，啊，即马哦，安尼讲，因家的拿军，伊就政治无决策哦，啊，因讲安无决策，安拢有民进党洗脑去啦，啊，做干啥安用强客观呢？对啊，对啊，你讲这对啊。世界哦，请请那个请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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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的哦，干那国民党一个民主国家哦，干那国民党的一个，啊，全世界反共的。民主国家各国的反共，安尼是看因格体还是安格体？是是是是，好，感谢，谢谢，你好你好。三位主持，哎，你好你好。这个疫苗吼，是来乌白做吼，顶礼拜我就讲过，伊这伊咧讲什么执行力吼，这个上北的市长执行力无够，煮未了，其实是已经学集团分组煮了，我咧敢讲因靠，因就是无靠准啊啦。再甲你讲，哎，我反正我也未煮完，我也未煮，伊咧等后一批来吸这个空啦，啊无再疫苗为倒来，这个疫苗是叫你的需要，你医护人员的命也都要分配，哪有可能有法度加一千外个叫别人去煮嘛？这足简单的道理，不是讲因执行力无够，是因已经共新共用去啊，无要用给真正需要的人。我要安尼讲啊，这其实因心另外一个问题足重要，也无人讲过。这问一千几个一组的，这敢有算住过？伊怎会当保证讲一组的疫苗是真的啦？这个医护，因这个已经是无医德啊！你敢会当保证讲伊无暗杠一挂，怎啊摕生理实验水甲你注射？好好，摕出来卖，冇可能啊！已经是安慰剂了，对了，注安慰剂了，控制啊，行啦，太要求了，一摊这个，真是要求了哟！摊这个钱是伊无动就无唔对啦，如果如果真正有这种状况，伊的危害就讲变作这个行业的破口，对，人对，等于讲有资格啊，希望是无啦，哦，我咧还200万无够咧。这个一定要当班就是安怎，不是讲干呐为着讲这个人是歹人啊是安怎？因为你只要讲别人拢照安尼看，你敢会当保证全台湾清楚在哩做，无人暗杠一寡起来偷住吗？啊，要住啊对哇？暗杠一寡有关系啦。就掠一间办一间啊，就留了就办啦。伊唔爱甲你用，伊甲你用一寡，伊甲你稀释就好啊。我要讲是讲。这个吼、一定爱重视啦，因为这成为防疫破口，唔敢看做足简单，讲寡人做歹代志安尼尔。无唔对无，但真真正足恐怖的啦。好，感谢啊，你好。我是感觉讲这印尼的查某义工哦，一出来迄组人都八了种的军队啊，加罚十万呐。哦，这气力怕先啦。气力怕先。可能就这个大尾啊。犯罪事实明确，你家庄人讲共和无法得哦，啊你政府哦欺负了谁啊？大部分你唔敢下啦，啊小的政府都唔对啊。伊是即马唯一一个有法的呢，村里拢个未法的呢。好因为政党里的这个力量要平衡，啊互相来监督，啊对国家有利的啊尽量落去做，唔像即卖国民党安尼啦，幺八塔啦，啊一日到晚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啦。那时代有点嘛差噶。这增加吼，这个吼，连、这个政府的这个诶困扰地的这无加分啦。上届辛苦是在医疗人员第一线、第二线、第几线在后边只对国家里。头前的拍片，跩人跩人，咱来肯定啊，鼓励啊，加油！唔是你的孙哦，出代志的在遐啊，你啊咧在指责你啊咧安怎啊？做好无功劳，啊这啊也无功劳嘛，好可怜啦！啊，你拢恁做国民党未晓看，啊，现在就为着疫苗代志，你幺八七八怪国民党管事，我管事怎啊敢管？哦，
我伫遐乌白安尼摇八叉，我感觉这种行为是让人民看愈清楚，做台湾人咧认识一点，认识一点就是讲选举。这个时候是关键的时刻，是恁性命有保障无保障，关键的时刻，所以一定爱好好认清这帮人的这个真面目、真面目啦。好，谢谢，上感谢，谢谢，你好，你好，你好，三位好啊，你好，你好。这个全国四星这个红标的这一关头牌有名哈，这有着勿忘勿壮哦，全部拢上检调单位，安尼上公平啊。哦，我咪同意啊，对啊，同意，同意啊，同意，同意。你即马以台北市即件上严重啦，安怎严重呢？你即马甲好心肝发两百单，啊后壁拢无看到啊。行政下底上的责任有独立无？有独立无？关门这个责任是啥？这种好像安尼，敢那拢放上去，拢这安尼绝对唔对，一定爱上检调了，吼、哦。经规个这调了就出和平，人民叫一个高。你清楚责任啦，吼、哦。我是从简单的，拢来了，拢来了，拢来了，哈、哦。啊，大家嘛拢捌做过上过班，做过主管啦，吼、哦。我上简单。一张报表就是个管理啊嘛，这个报表是上基础的管理的工序啦。哦，将来我应该了解。是，你这个台北市政府卫生局这个哦，我要发，这个摕到两万剂这个疫苗，我要发到去平，阿星平领五千，姚林阿平领三千，张大哥平领两千，好。我要发到你，我一定公文想要对落去，报表想要对落去，然后公文内底写啥？讲啊，你这种病年偌济，啊住的对象就是第一类的医疗人员，是，所以跟你讲，明仔载开始住，期间就是十天，十天你要住完，最后一定会追踪，讲你每一天五点进行，一定要加你今仔日住偌济，啊搁存偌济，就算，跟今仔日住的人签名名单，就算传落我卫生局，卫生局经过统计了。上了局长，局长一定明仔去八点半进行，更迭市长的桌顶嘛，所以有可能一个器官局长，唔知影讲我今仔日的所有病，总共啊住偌济，还佫存偌济，这种白贼话啦，我的真正是白贼话啦，好，这上简单的管理的 A B C 嘛，是，所以你一日逐工咧，疫苗在哪里？疫苗呢？炮打中央。这根本就是政治嘛！你若管理了，你无安尼做，那就是规个行政体哦，拢崩盘嘛！啊，无就是，我们这里根本就无能嘛！好，是，好，感谢，大哥讲了有道理，有道理啊！来，再通，再通，再通，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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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大位大哥，你好。啊，台北市诶，语文嘛，最好啊。哎呀，啊无一个小股票，一间小诊所，甲恁申请一千多，啊你小股票就我就做决定嘛。啊你微信做做是咧创啥？无可能嘛，这么顶悬支持，哪有可能啊放一块一千多当数十万的人呢？啊新北迄个较含，新北迄个较含，拢无参注文都无注文嘞。对啦，啊伊这语文都拢最好啊，啊我好像嘛拢用起啊，啊靠阮做诶，这边是啥？草料料诶，啊伊嘛做得多啊，无那个主管。好，感谢感谢感谢，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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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假期来，等来看一下吼。啊，当然，咱早最近啊，这个北部疫情真严重，上好是卖做这个开一个刷叮当啦吼。那如果去团队全国去吼，安尼一发不可收拾是真落嘞吼。啊，咱中央来交代啊，连政府嘛拢有咧欢呼。啊，咱本身中南部的人，家己五日这里即间我那卖乌白，当然啦，对啊，家己我那在做到卖乌白处理吼。一方面希望因会当今年无必要回来就卖回来，啊，咱一方面家己卖处理就。卖处理，大概都系当做安尼尔。是啊，大哥。我因为这疫情，这无多的，这算大家拢爱去承受的啦，这啦。每一个人拢有责任，唔是讲政府责任命，政府当然责任全部爱
该我承受了，嗯，哦，政府后摆该我承受了，安尼啦。但是你民间的有修法不？有多好的无？嗯，啊，为孙人有当个亲戚无？有什么种种无？那是咱人民家己，家己爱做好事了，对。政府政府责任，人民有咱家己责任，咱家己责任在哪？保护家己嘛。嗯。啊！你忙忙工，政府工更忙安尼，啊！你一个偏偏咩安尼？咩个安尼？啊！你人啊，如果要拖出来中间就叫啊，大轮摆啊，是不是安尼？吼，安尼，所以这种情形是啊，咱当理解啦。政府咧讲严格有道理啊。